之前呢，紧接着出场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角。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游行的队伍在你前方，请给他们一点热情的欢呼声，还有我们招手好吗？当总代后方的是虚田笔头副总代以及清水副总代，在之后是我们道后八里会总代部的所有朋友们。続いてお神輿の登場です。最初に登場したのは大村大神輿会、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なんと我らのはなんと我らの台北市長カー文哲市長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カー市長が南部東温泉どこ村大神輿会に神輿乗って登場して、後ろには进场的是我们三台神教及神教手，进场的是我们道后村大神教会。各位小嘉宾有看到坐在我们大神教就是我们的台北市长神教会神教登场，而后方则是刘一廷局长也乘坐在我们的神教上。二番手は北高蔵神おみこし連合会、みこしの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野市市長、野市市長と松山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の一式会場です。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座神教是金色的北小桃仁大神教联合会，站在神教上的是松山市的野治市长以及松山观光会议协会的一色会长。那么两位呢，看在神教上面都非常的怡然自得。続いて、古都神大神輿上に乗っているのは蔡炳坤副市长と松山市議会清水議長です。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本次祈福庆典唯一的红色的神教，是来自于小唐人大神教。站在神教上的是我们蔡炳坤副市长以及松山市议会的清水议长。大家可以看到，小唐人大神教充满气势的运作神教。继续，哥，我们看一下前面的摄影大哥，有需要眼神手可以稍微举一下哦，让我们市长知道往哪边看。我们再次掌声，谢谢。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谢谢我们的神教。可以看到，连续三次，我们将会有不同的神教连续撞三次神教，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同時に上げて、同時に同時に。笑笑笑！
はい、払われた、払われた、払われた。下げ下げ下げ、はい、来た、来た、下げて。会場那边再次给我们点掌声好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回的撞教，是第二回的撞教是道后村大神教对小唐人大神教。次ぎまして、2回目の判定合わせを行います。どこ村おみこし会対歩道神おみこしです。好。沉睡的神灵呢，给他唤起，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一年的努力啊！希望这个神明呢，能够再次的保佑我们一整年的市民的平安，以及全年的农作物的丰收。那各位现在所看到的呢，这两台大神教的右手边，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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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哈拉达哈拉达，哎，查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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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右手右手。位于右手边的黑色大神教就是我们道后村大神教，他也是这次来到台湾的神教里面重量达到700公斤的大神教，他在日本有暴走神教之称。Done!
はい、同時に振って、同時に同時に。只有推肩膀啊，才能够稳住整个神教的阵脚。王导，如果能推其他身体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伤害。
手举起来。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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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再次干杯，掌声。来，请大家给我们热烈掌声。の温かなご支援ご声援を心から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それではただいまより三本締めにより手締めを行います。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以传统的道后三声结尾来做一个结束。那么在这边呢也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民众等一下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它这个方式呢有一点像是我们的这个爱的鼓励，类似像爱的鼓励这样的一个拍手方式。那请大家等一下就可以跟着我们的总代副总代一起来做。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台北市の皆さん、松山から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て、お祭りでは最後に、三本締め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皆さんで、お願いします。台北市と、松山市のますますの発展を、記念いたしまして、あ、大丈夫、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三本で締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我们最后呢要举行一个三本击掌的一个仪式，那为今天的所有的表演呢做一个 ending。 那非常感谢台北市的市民呢来到现场为我们给我们支持，那非常感谢，希望有机会再来台湾表演。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では皆さんお手を拝借します。よっよっよ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再次掌声谢谢气势磅礴的道后帮你壮叫祈福活动在这边圆满完成，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好吗？